赛开始。Number 12将估分。篮板。And this for two。外线小飞侠九号刘洪博第一手上篮两分命中。回来之后看看胶囊队长传前场漂亮 nice pass。球场教科书三分抬手再次命中。孙传打进要车有掩护贴掩护走下线再回来呜、哦、快开漂亮的抢断向子龙 and one number 12抢 oh nice pass yes left hand 提神还是在湖顶内线擎天柱提神外线三分也行而这边抢快速转换哇哈哈哇 Tommy Smith 连续两个大帽真的有点夸张来自 Tommy Smith 孙腾打二十三孙腾二十三 Go run back run back run back 提神手感火热那就继续投在场上打球最简单的道理谁手热让谁投二点面这样分享球看看胶囊队今天外线能否投开漂亮刘洪博变向往里突入自己进来 Oh nice Tommy Smith with a dunk这步三分非常难但是他是李伟豪所有掩护都换所有掩护都换人还有4.5秒看看4秒时间这边给到外线刘伟奇